朋友们在路边看到烧烤摊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会忍不住来上几串呢？不过呀，街边的烧烤它的卫生问题你真的放心吗？广东广州啊，有个人叫林真胜，他特别喜欢吃烧烤，经常呢会在路边摊买上那么几串。偶然的一次啊，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烧烤致人死亡的报道，吓得他呀都不敢再吃了。现在路边的烧烤的污染对我们这个整个环境污染已经很大了，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在家庭进行无烟烧烤的话，那么路边的烧烤档它那个油烟就不会危害我们这个环境了。后来呀，本来就是做家电设计的他呢，决定搞一台烧烤机，让大家都能吃上健康的烧烤。有了想法以后啊，他开始大量的看书查资料，最后啊用了3年的时间不断的研究改进，从一代二代发明到了第三代，终于成功了。他这个机器啊有大小两个转盘，通过转轴带动上面的大转盘，带动所有的烤串360度旋转，让烤串全方位均匀受热，烤至成熟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它这个机器啊是电力发热的，不用炭火，没有油烟，但是呢和炭烤的口感一样，而且啊比炭火烤制的更加干净、健康、卫生。发热管呢是不锈钢材质的，不怕水，使用寿命啊可以达到10000个小时以上。这机器啊一次可以烤9串，可以满足6-7个人边烤边吃。口感咋样？这鱼很鲜，很那个，很好味。基本是顺德味啊，口味的顺德口味。它这台机器呀，可以在家庭聚会、朋友聚餐等等场合使用。袁胖老师和发明驴团队倾力推荐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评论区下方请留言。